二卦三查证，反诈一起来，小港分局关心您。反诈单曲首度发表，就是要让民众印象深刻，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。内政部警政署在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大厅举办反诈召集令，署长黄明昭陪同内政部长林佑昌，邀请全民共同打诈。诈骗已经变成是全世界各个政府最头痛的一个犯罪的样态，那也因为它高科技，然后它跨境，很多的诈骗集团其实都不在犯罪国的这个国内。诈骗集团是全民公敌，随着科技进步跟网络发达，手法日新月异，而且不分老中青三代都有人受害。警政署拍摄12支分龄宣导片，模拟各世代会遇到的诈骗情境，融入民众日常生活，增加民众辨别诈骗的能力。反诈骗的影片，我想都是国人同胞大家最熟悉，包括我们很多艺人朋友，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现身说法这个被冒用的我们很多的名人。阿妈，阿叔，我们开张这里有电话机。呀，伫遮。阿志是你的孙啊，我唔对。这是用上新的科技 AI 生物辨认技术的诈骗。把钱转出去了，没有关系，就是把握十分钟之内报警，然后通知银行启动联防圈层止破机制。反诈召集令多管齐下，现场包括艺人安心雅、蔡昌宪和王洪恩，共同宣导反诈五步：不接、不听，也不要点阅转传，更不要轻信诈骗话术。遇到可疑人事物，拨打165通报就对了。民视新闻黄玉伦、蔡成和洪国凯台北报道。